见吼，是讲咱想要安怎做吼，甲拢事事项项拢照咱个目标，吼，所以讲咱有即个真正对无常个觉醒，咱才会真正心静，吼，啊真正心静呢，才会当转袂个迷途，转袂迷途呢，才会当培养觉性，所以即个无常观是修行上重要个关卡吼，即是头一段个大概。嘿，我毋是随随便便的代志，时时刻刻心里良心爱注意。你爱明白人生意义，自然而然全无歪去。啊，爱名利，打拼利莫放弃。永远是无改变的光明灿烂的真理。吼，这第二段就是咧甲咱讲，咱今仔日吼，行向即个菩萨道啊、修道的即个人生，咱时时刻刻的，咱生活袂使随便吼，时时刻刻是爱注意咱的天理良心嘛吼。那么这个嘛是就是咧安怎？譬如讲，咱今仔日来听这个道理，咱其实嘛，就是咧讲吼，啊，这个讲师吼，听听来讲，嗯，这个讲师讲了真好，啊，这个讲师讲了无好。其实吼，咱毋是这个态度，咱今仔日要来就是听讲吼，这个讲师伊所讲的内底的话，就到达对咱吼爱来修正咱家己的行为，吼，这个，他说讲伊若有。互咱受用诶，那安尼咱来当照安尼咧行诶吼，其实吼，咱吼会非常诶有成就啦吼。即，伊只学校要举一个例，伊学校诶爸爸吼，学校诶爸爸入去国六十，差不多六十三，去那求道，求道了，学校爸爸真正足精进哦，捌学校捌看过伊看啥，各种诶经典。所以讲，咱老师讲，咱着爱分离经典，吼、哦，而且呢，讲，儒家来讲，就是讲咱爱深入经藏，吼、哦。后来爸爸伊开始修道了后，伊哦，着得经，又讲经，又做大经、修经。伊要看伊吼，都有常常去吼，像迄咱家己无有一间迄叫义珍书院无吼，拢去买迄个经吼来看，啊来研究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。我遐个爸爸吼，伊可能就是因为有了有研究这经典了吼，伊着安怎嘞？就是像拄仔咱哦，咱这个王讲师所讲个，对这个概论吼，伊就是非常个。